鸡脆骨也很好吃，想吃鸡脆骨。嗯、哦，郭总赶紧去呀、啊！安排一下吧，去。现在稍显刻意，等个两秒吧，现在去。就是此时不动，还等何时啊？哎，你来干嘛的？我来看看。他来指导的，毕竟学习学习。还有最后一块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谢谢。本来想给你俩一大半的，然后因为太好吃了。他就是小狗。小狗啊。就是小狗。